这很老。肯定是这里有，你看，这都是哇，这是小的刚刚生的，这个是去年的，那小的就换那边给它再生。你看这都是，哇，这个是煮炭就是很甜很甜，就是肉没有多少肉，就是腌制的好吃。这都是，你看这也是现在露出来了，好看，一摸一下全部都是泥的。哇、哦，这一这随便你看，摸一下。这比去菜市场买菜还更容易更快。哇，这里就多了，有的地方比较多，有的地方比较少，现在地方就挺多的。还有这个小的蛤蜊，你看，这个算是很小的，就不拿走了，等以后大了拿。现在这种已经算很老了，已经皮都黑了，你看这皮都黑掉了，都变成黑的，本来是白白的，不过也不很白，就是哦，现在地方就多了。这个地方粗粗的是有人捡过，要不然不止这么多。像这种洞穴这么多了，肯定是多。可能有人来捡，要不然不止这么多，都是密密麻麻，挺多的。边，我刚才那边一个洞，非常好看，可能就搬家了。往这边呢，还好碰到一块海蛎壳。现在往这边钻了，可能差不多这里没洞，不会是偷的。咕噜噜噜，不一定会下雨。手不敢放进去。哇，怎么搞得涨潮了？啊，用这个水桶呀，也没手套，也没铁鞋，现在还冒水，你看。再用这个给顶住了，去再挖，要不然给它夹了没办法。今天也没有火钳，也没有手套。哇，就在这里，看看能不能出来。你看，哦哈，不肯出来。哦，在这里。哇，在，不行，脚是在那边的。哇，现在给它吐出来了。哦，来，看看。哦，来了。哦，会不会好看？哦，他肯定是假。我本来一身很干净的，跟你弄得黑不溜秋的，还是想往里面说。来，说一点，不说就出来了。哦，公的，他肯定跟假。我在里面好好的跟你弄得晕晕的，现在出来了，五六两有公的，看。现在洗干净了会不会好看？现在不敢洗了，手不能进去了，等下洗了给它夹了，这个也会给它夹坏了，反正等也没带绳子来，走，回去。哇，